是啊，江江嘞？是啊，我不知道啊。啊，林秀秀也没，啊，算的啦。江江应该在，我问一下。秀秀不知道。啊，take 他故意不理秀秀有没有？看看旭旭在不在啊？靠！要吓死人 感谢老鞠的30块钱。又又又又，以前啊，我们很什么？需要你开任务，让我们拿金蛋。你只剩为什么下要这个功用而已。啊？那、啊、你开任务，我们才会有东西拿。哎，你们开我没有哦。对啊。高等帮为什低等么？有东西拿，你等级低啦，太极没人权。好。你也可以不要啦，就顶多让江江接嘛。江江是这边唯二等级低的，江江不知道要不要玩啊？好像要去吃饭。可是我只能玩一两场。那就不要玩啦、可是我也想刷珠啊，那就不子，要玩啦、要啦要啦，啊。这么活动要我们啊？你不是这一次的有你没有做的活动票吗？没有，我只有上一次的那个忘记而已，我是什么的？上一次那个叫什么我忘了，这登一次八就的那是，个吗？热情也不是热情票，上一次是，无妖鸟那个的吗？对对对，都要聊的。那个很那可次是爱，万福是起跑吧？嗯啊，哇，所以它的活动是会重复的。看，不是跟你讲过了，讲过什么？算了，你没有跟我讲过我一直都有说活动会回来，你还跟我讲说，他昨天跟我说活动是22号才开始，那跟他打赌赌多少，他不敢赌。啊。那我不看这种东西的啊，啊，就说江江有跟你讲说21号啊，我也没在我一看的啊。直看22号啊，啊，我就说来赌没，又不敢赌。我啊，要跟，到不时候你敢又说我赌，欠你钱，不敢赌，你又在那边跟我交。啊？你说啊？说说看啊，要接任务啦。再接。你我在知道看去要，哪的吗？你要接雷什狼么任岛务去哪的吗？吗？我在看啊，不是要接这边的吗？活接动任的哦。务啊，活动任务啊。哎，对哦，这发明器，发是什么？好了，啊，我看，雷狼对吧？啊，对了，恭喜你，耶，我成功了。订晚餐。
ごきげんよう。トミヤ。他靠！你看我的抽刀术。接任务，订晚餐的。哇靠！我想要等我的整套流程结束后再来。我叫整套流程，从订晚餐到吃完，吃完，你还没吃哦？啊？好，我还没吃啊。不用吃了啦。不行。那所以直接走吗？不走吧。希望我们可以打快一点，十分钟内打完，让他不要进来。哎、欸？啊？哎、欸？A， 怎样 ？A， 怎样？你 A 跟我 A 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吧？下角吗？不一样吗？右下角吗？什么东西右下角？怎么了？刚没看到哎、欸，我在看聊天室。那就不是了，那就没事了。中了，我好猛哦、喔！什么中了？快乐！我看到这边有一家鸡排店，就是烤鸡霸婚。哦，很棒哦！会啊。哎呀，他还有炸虾哎、欸！哎、欸，谁抓？对啊，我刚只打落死了。会加虾米嘞？猫的特殊射击如何？我建议是健康电子。我吃那个了，干！你吃了一个干是不是？不是，不是。哦，你的健康定时没了。哎、欸，不要这个时候上线哦。你说滚不到是不是？挡住我看不到啊。好猛啊！好猛、哦！按不见啊，哭啊！不要站在我面前！为什么我这么？脆弱啊！问题还不错，有点难解答。奇怪，怎样？奇怪，你走，真的很奇怪，你怎么现在才发现啊？不是啊，我好脆弱、哦。玻璃心的部分吗？没有。我说，我为什么不要拍一张，我就这边挑起啊？下单，下班，下班，
他可以撞了。你撞啊！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妈说可以撞，你没撞。我在那边射，早在那边，早在那边，早在那边。真的啦！早在那边。你太让我失望了，臭臭。啊，不然还有一次，我撞。耶、yeah, ，我被卡住了。我刀，我刀霍霍像爹娘，太不孝了吧！为什么要像爹娘？押韵呢、啊？哦、oh ，确实很失望啊！你没有摸到霍霍向他砍，为什么要像我砍他干嘛？没关麦，他忘了关了。我要拉他一下，那不然你就把他拉掉。好，我拉，我拉。制服器具厅之类的，你可以把他拉下去啊。养老回锅下去，他好像节操在那边。回锅哎、欸，哦。回锅肉系列，对啊，拉了，拉了，他的 ID 很疑惑。哎、欸，这里有大蜘蛛。啊？我阿布就什么女郎而已吗？你是没看过他哦。我看到都只有网子，我很少看到蜘蛛本体。哎呀，太慢了！有，他们在起飞。哦，对。睡着喽。啊！哇！翻过那棵树。哇！哎，小气鬼，凉水，这边可以吧？结束中到了，没有，因为我刚刚差点把它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来表演雷之呼吸。靠北啊，还没收到刀。呼吸不顺畅。嗯。哎。差一下。哎哎哎哎哎。醉了。我差点死哎、欸、然后突然他转向那边吼。欸、你好吵哦、喔！我走，我走，我走，我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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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尺的社交距离，好不好？不要在那边闹。
对。营地跟营地间的距离。营地跟营地间的距离，好远。那我还没死啊，太久了吧？那、啊、我打开伤害来看。不要啦！为什么你有开哦、喔？我开。妈，是不是你很低？哎、欸，我这把已经很努力在，因为我的这个装备是拼那个另外一种流派的，我已经很努力在打了。你还可以比我更低。看我看看，没有多少，你二七我十八，白痴，这很多了哎、欸，不多，不是应该我要最后才对，你怎么可以比我低啊？我不知道，我刚一直被他 K， 然后我也被他 K 啊，我就很像这位 Kelky 的感觉，我就去旁边喝药水了，然后。就啊，还有，我前面一直在打贯通啦，而且还是一的，还是一的。我刚刚打了一半，想说奇怪，那个伤害怎么长这样？还哭啊！白痴哦、喔！我是点到小窗啦，可以抓了。好喂、欸，抓起来！那、啊、你他妈你伤害太低了吧？我前面在打罐头，这是你的问题了。留不住。有香，好爱你，东。哎，等一下小黑窗。那是什么？然后就是跑那个啊。东西出来，然后小黑虫会是不？嗯，虐狗的声音。周秀，你去哪里啊？跟着他跑啊！他不在这里呀、啊。我来抓虫的啦，我不给你们抓，我来捡虫。那在这里呀、啊？你抓、啊，没带现金，你没带现金。我不能放现金、欸。放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哦。那、啊、你在树干上放，你在藤蔓上放得了？放啊！我放了。到底？可是，哦，哦，终于，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不能放。自己多去狩猎好不好？喂，每次只会跟别人一起玩，自己都不玩。我有，是不是？是不是都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我今天刚刚在阿米狗那边在聊说谁谁谁的口头禅，然后一讲到酱油说啊，他就是我哪有？他说对不对？酱油说没有啊，哪有？好多兔子哦。你啊。真棒，有金蛋。现在卖掉我的什么是金蛋？换金道具啊。卖钱的啦。除非你去叫一个等级比你更低的人来开任务啦，你才会拿得到。很难找哎、欸，应该是找不到啦。我也觉得找不到了，毕竟我推我朋友玩的游戏。他一天的等级就超过我，没有啊，他现在弃坑了吧？没有，我是说我的朋友，另外的。哦，有朋友哎、欸，我有。多低啊！一天就超过我。
他一整天都在打、欸，他超猛。是你都没在认真玩，好不好？他就他还要解主线呢、啊。啊，你没有好好玩没、欸？听不？我哪里有？我真的有，你要相信我。我听啊，我听啊，你多少次都在唬我。我哪有？你哪没有？他是牙龙吼。对。登陆两星，哇，兽龙，兽龙，我要吃，活力三个，健康点，啊，我不来这边接了，我要回星城，我要看梅亚，有差吗？有，差在哪？那我打开你的台看看。好、啊，那我先过去。妹子就差很多了，我跟你说。所以你月城跟我看到的是长一样的。当然了、啊。然后星城是不一样。为什么呀？不是新机器人是没改，机器人是没关啊。等一下、喔，机器人。等机器人。不是，是谁帮我把机器人打开了？是谁？我怎么记得过礼拜五、欸？对啊，为什么我原本是关的呢？是谁那么贴心帮我开的啦？哈，想说礼拜六我就不用，礼拜六跟礼拜四我就不设定了。来，你看啊，这是最正的耶，虽然他在。为什么你的长这样？我的长这样。你的长得不一样，我就检举你。为什么你的月尘长这样？你的不是吗？星辰，星辰。哦，对不起，对不起。奇怪，也没管理员呐、啊，我的怎么机器人会突然冒出来 ？Combo， 还是因为视窗画会比较卡？我要视全荧幕吗？啊？视窗化不会吧？对啊，照理说应该是视窗化不会卡，全萤幕才会卡吧？对啊，我之前全萤幕会卡、欸，可是我用无边框的那种视窗就不会卡了。因为还是因为你在切画面？我没有啊，是因为我最近想剪那个魔物的小剧场，剪不出来，就是因为画面有够卡的。啊？很奇怪啊！试试看全萤幕看看。好啊，说不定就好。你现在才傻，你现在傻太快了吧？为什么？那个时间还有180秒哎、欸！我们走过去就30秒了哎、欸，没关系啦，你到这边才傻才好吧？关系大喽，落不够再回去拿，这不是不够的问题啦。时间的问题啦，那一位锤子，我想要抓上去爬到前面抓。那你为什么要打我？我打到你吗？你没有打到我吗？要不要帮你捡出来？我没打你。来，你要多少？要赌多少？没事。我。中！哇！我都放我陷阱了，我的陷阱被浪费了。哇！小，干嘛？我救我了。你为什么没打我？我把他拉跳陷阱吧。你陷阱在哪？没看到、欸。啊！陷阱在古种上面啊，因为他古种的正上方就是落石，所以直接放古种上。我死了，救我！我在他上面。懂了。没敲晕他。没敲晕他、啊。敲。不晕。他
他在玩水了。哦、oh. ，哎，泡米软化。要到了。过来啊！我有有有有有有有，牛！跑走了，我有眼睛，感谢你的提醒。我只是在跟我自己讲而已，他在自言自语啊。哎，在练拔刀斩。你这个有点凶欸，我叫妈妈，她操的我。那个是那时候跟元宵还是在玩？哇！切到啦，尸体！切到尸体啦！靠呀，我也是切到他，切到三只尸体。有啊，他刚吼的那一下有切到。啊，所以捡石头啊，找石头啊。
他就学我拿棉锤，说我学他拿棉锤哈。你怎样？你说我听。我是跟你学的啊。明次龙伤害之后，跟你学的。真的好有用哎。收刀啊！我收刀打下去，头也会晕啊。干嘛啦？你到底在干嘛啦？我按到那个了。那个啦？不加球。不是，就是让他撞墙，锤子跟那个。青母是不是？青母对不一样，我的按键是不一样啊！我刚按。我也是不一样啊！哎、欸，他小金哎、欸，哟，麻死你，秀秀！嘿，快跑！凤虾，我麻到他了。你也麻了是不是？不是，我没体力的，我跑不掉。然后我想说，他怎么在那边抽血？哎，他的那刀真的速度好难算哦！哦不，出刀速，刀的时机好难算哦。你对空气造成了成吨的伤害。秀秀，你伤害会不会太扯了啊？怎么了？我会低成这样子啊？真的？还是我的？他都跟你学的啊，一套搬过来啊。哦，是哈。啊，姿势学对了啦，伤害没学到啦。妞妞，哎，香香有上来吗？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没有。哦，好。晕啦。哎、欸，谢谢！哦，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白天看到星星，怎样？那是什么？哦哦哦哦！雨雪。中啦！可以抓，好，就啊哇，呜哇，我只有麻痹陷阱。完了，这边，看这边。突然在路径上看到麻痹陷阱，真的是吓死了。想说他走的瞬间过来会解除吗？这样想的啦。哎，没见到。乞丐。对啊。给我钱。哇，对反了吧？哇，看我实况台，拜托。有什么？这把太刀好粗、好大、好长。欸、你的腿好像骨折哦。不会啊，看到的评论是这个，这姿势是正确的呢。我有说右腿。屈膝啊，
我腿好像插进土里了。干，你玩游戏就没有破土过就对了。有啊，不是啊，我是就是。你是不是因为一直抄袭我的很不爽，被我说抄袭我很不爽？没有啊，我就是在抄啊。你就是阿超。我就是在抄。哎，小金没有。我要回去，都穿冬衣。我要回去看棋。我不能打了，八点半。有说加一的是你，先到跑的也是你。说有没有的是你，跑的也是你。我以为是七点，我七点的时候就空着时间，空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有打，有人打八点而已。你哪里看到七点？我以为他要配合你开台时间，七点就要来。请问我离开 FB 多久了？我也是考量到他现在是八点开，我最后约八点。问我离开 FB？ 我就问你，有一天就问你。谁接？我接。谁接？跟等级比较低的是谁？杰超，叫杰超接。杰超等级比我高吧？杰超等级比你高哎、欸，你接？我记得是啊。都在打啥嘞？我们哦有牙龙。哦，我想起来，发现我要跟你讲什么，就是干嘛？我们在玩那个手游，他可以夸服完了。可以了、哦，可是我不想玩了、欸。但是他不能加油哦，好。没有，我真的不想玩，啊、不是，是觉得那个耐玩性真的不高。是没错。对啊。开始都是新鲜在玩，后面就还好。好。加油啊！祝你还冲到红，抽到红武器了没啊？我只抽到传说技能。传说不是吗？啊！传说技能而已、啊，我没有拿到武器。雷霆明神降临吗？对对对。好。好，我先离开。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确定。好恐怖、哦。可能你关台才会回来。哦。好啊。好诶、欸。将将完再上来。什么东西啦？干、欸！他智慧重新被复制出来，对不对？他常这样啊。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哦，你刚忘了。阿超上来，来。好，就刚刚说你太丑，想到他，啊，还打错他，哇，还是这个他，也太过分了吧！那杰超也要打吗？他也在任务中哎、欸，我想说要不要等他出来。好啊，我广告啦，我的广告。我的广告按钮嘞，我是不是设定到
哦，有有有有，然后设定到没有版权吗？没有收益，亏。好了，哎，我出来，好，等你。哦，对，还少说，喂，哦，怎样怎么样？哦，对，还有通单。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早上起来都最近都早诶。之前我早上起来前片，那最近早上起来起不来了，然后又倒回去睡了。然后今天作息正常了吧？没有，最近作息都正常了。对啊，他这两天作息很奇怪啊。想说今天差点没影片出来，还好今天是有那个下太阳雨，比较凉，有办法在楼上剪。哦，那时候想说别操你后面那只猫的啊，那时候想说一直想不起来像谁啊，娜娜奇啦，哇，那一只兔子，嗯、啊，哪有？哪、啊、没有？你看他这面，走过去看，娜娜奇明明那么可爱，走过去看这面，衣服比较像，他跳过，他跑过去，看这面，差很多、哦，有没有娜娜奇的头加这个啊？啊、你加应该要加我这只猫的后面的衣服，破残族的衣服。啊，秀秀没有回来了，不想回来啦。刚刚输出真的是低到夸张。我刚刚在那个啊，纳刀的太刀，我在拼那个纳刀用，赢、欸、他哎、欸，吓死我了。都在用 Ctrl 在打怪的、欸，啊被丢了。听不懂 Ctrl 是什么？聚合，是，哎、欸，我收刀了。对，收刀。在洛斯那边。我知道。啊！哇！啊！啊，算了，应该可以吧？牛牛来喽！我带一抽蛋了。好，那我先不放地洞了，不然他等下掉进来。哼！我怎么拿走了？拿走。哦、oh.。好了！哇哦！嘿嘿嘿，我明明盾牌就举着，他还可以从侧边挥到我。嚯！哎，有劈到哎、欸！有啊，对啊，劈到他的毛。对，劈到后面的超雷光虫，超电雷光虫。
欸，我晕，我一定晕，我定晕，没有欸，没有欸，欸，我要晕了，看我，啊，有，我被偷了，欸，他还是晕的、欸，你没被吼到啊？对啊，呜呜呜，奇怪，欸，我刚刚那一些。接起来伤害超高的，就这样又没了。没了，那没那么啊。从头来。欸，不过黄黑黄黑装真的好硬哦、喔。很硬啊。被摔下来。啊，这边、啊、可以了。来跟妹妹看不懂人怎么说。就是刚刚龙在吼的时候，到底说我们晕眩那些会醒过来，但我没有，我站太远了，就这么可怜。我去，我天哪，看尾巴！看这样子吼。好酷啊！那怎么吼一下、啊？好了，我去补子弹。哎，倒是不是？行，哦，开不是你。这边是他的主场，这边他的主场，这边他的主场。追你了。赶快回家，赶快回家！我先丢回归了。为什么要偷偷说你坏话？没有啊，台台讲的就不是偷偷了呢。你刚刚确实有打贯通啊，跟通常啊。我们讲的是实话，没有讲坏话。嗯。完了，报应来了。完了，完了，又要回家了。没有哎、欸，打分打分。哎，没拿到。这时候学姐说：“你走开！为什么都打我？不要砍我！”微妙微笑。只要不打你的话，每个人都被打，啊你都给你玩就好了。打秀秀是最划算的。对啊，他输出也没太高。啊，不打你，输出顶多加2000好了。哦，对，这个性价比怎么讲？打你就是对的 ，CP 值超高。嗯，比脸还大的 CP 值牛排。欸、那个比脸还大，超薄的。啊，啊红了，我都没得吃那种鬼东西。我是看别人吃啊，我自己没有吃。我剑了、欸、我切了，你切了，对啊，不取二了，是不是没有，你是不是没有那个气刃条啊？有啊，就是没切到。有啊有啊，我刚在纳刀欸。那就是没切到。不啦，在偷笑，我仿佛听到了啊，活该。
在偷笑啊！我哪有？对你活该。Go go go！刷牙，一排吗？好，不行不行，不行，还在好，快死了。嗯，打明的，打明，打明，过来，打明。好了，又打啊！我没啊，我有哎、欸，一颗罐头。哎、欸，丢个石头而已就拔刀。切画面，我刚切画面回来哦。那你是要缺？你是要刷什么珠子、啊？我没有啊，因为你那时候说持续珠三，那个应该也还好，就觉得好了。哦，我以为你也有特别要刷什么珠的。我、哦，结果就只有我要刷。你缺什么珠子啊？挑战啊！我还是没有挑战。挑战哦，我可能刷不到哎、欸。他永远怨念挑战了。压一下我的蒸汽机，满了。嗯。压本。马上好。压一下。算了。压一下好了。压，现在有振兴十倍券可以用。快。振兴十倍券。什么意思？啊，不是哦。就那活动的时候压十倍比较赚啊。那压过一次就每个礼拜一次吗？还是每天一次？每天一次啊。因为活动的时候会有那个金之炼金票跟天龙票可以刷，有可能刷到十张啊，就很赚啊。哦，啊一般没有活动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礼拜压一次就好了。票，票，节操你接啊、喔？那我接了、啊。哦，然、哦、后我接有金蛋呢、啊。那他不缺啊？我是够可以啊。他最不缺的就是钱啊。啥回？不要这样讲，我的钱都还在一千万起上下而已。起跳，比、啊、我还有钱。你那是做旋转好吗？那个再多钱都不够用。让你看雷之呼吸。哎、欸，刚开始进来吧。御用任务，小帮手。OK。
移动宠物小帮手，专门解任务的小帮手。哎、欸、哎、欸，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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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去，先没出去，回来。不出去啊！要出去，要出去，要出去才能看。抱歉，要出去，要出去，好好出去，出去。我才刚说回来。抱歉嘛。好了，来靠上。是不是？那要这样子？我知道你要做，哎、欸，那个动作对不对？他傻眼，他不理我。我看不懂，不好意思，我慧根比较低啊。你在干嘛、啊？哦雷之呼吸啊！我大概知道是那个姿势，那边要有个雷。哎、欸，他跑不那么远了、啊。哎、欸，大哥回来啊！撞进去。好，我叫他回来了。看到一个情况。哎、欸，我有时候，刚才帮他软化。啊！海云。来了，御用任务小帮手。简称就是佣兵，我以为简称是工佣人，简称是佣。是这样吗？叮，有哎、欸，真的有啦！哦，我以为没有。可惜我不是拿，我不是带，我不是拿刀装。我是说，你们不觉得这边很窄吗？我也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很开心呐、啊，因为很好进切到，是吧？啊，他去追江了。外面这两只凶才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我没发现。凶才在睡觉。对啊。那他是晚上啊，他睡觉也是蛮合理的吧？他没有起来哎、欸。啊。他可能一叫不醒了，分天了、啊，还有泡泡啦。傻小。还行吗？呼吸可以啊，伤害低耶、欸，太神啦！骗你的啦，打到了、欸。有人偷炸我！哎、欸，他中了地陷阱了，谢谢各位。我看到突然看到、这个局部这么久是不是？原来那是你的局啊！我觉得你准备好一周战。我本来是以为他要往那边走，然后嘿。他们要先干一架吗？没有。有啊。跑了。一个跑这里，一个跑洛斯啊。安安。先 Q 姐。哎、欸，我弹药还够吗？不够了。你有想法吗？你有梦想吗？比如说，有一点点。你们两个是在互相安利，是不是？
以再度起飞。再一起。往后跳，后面还有几个牛又来了，就他底盘的，我觉得他冲过来，他是不是在空中先翻了一圈？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走，不要打，不要打了，抱歉，抱歉，抱歉，不要砸了，我走。前面太亮了，看不到人了。无敌针没有，很难滚呢。啊！跳起来！哦哦哦！你这个砍！不要再吼了，后面的。不闯起来了。哎呀！不要。啊，我的贯通，没有了。尖锐牛龙，吹，好了，睡眠弹，哎，回来，我尖锐他了，我进一颗了，然后两颗五波弹，到，不好，你们是，怎么了？神经线。这个位置的陷阱真的很难放哎、欸，都会歪、欸。对啊，对啊、欸。有啦，我真的第一名了啦！伤害，我看你们都放陷阱机构，都没有中。不是放怀里就很难中啊。要怀中啊！啊！柠檬红茶。哇，江江加入我们，速度好快哦！但是希望我们的秀秀也可以再努力一点。他是不是还在场啊？他只是在聊天室了。对啊，那怼他就会说：“我明明就很努力了。”我努力不是靠嘴巴说，而也不是靠自己觉得有努力就够了哦。努力是要让别人看得见，也不是靠观音啊，靠什么观音？靠观音哦，观音，裸观音，裸观音，而且是裸的，重点是裸的，裸的好，观音，我觉得不行，不要给我看这个。通常都是你给我看的，哎，那种都是我是不会找的。欢迎马达康！天哪、啊，好久没听到欢迎马达康。最近讲都没人听过哎、欸，我快哭了。他们以为这是我研发的东西，什么达康？我说没有，小孩部分没看过吗？这个年代应该不会有人在看小孩部分了，而且画质已经太旧，没有更新了。也是，他们可能不太会喜欢那种类型的。嗯，小孩部分超好看。没办法，当时就是一技之长的年代啊，现在一技之长有什么用？可是我已经忘记剧情。一技之不要给江接啊！啊，你不缺金蛋哦。啊，好啊，你接啊。哪里啊？哎、欸，哦，找到了。有些都是倒地倒数第二页。小孩部分。对啊。破牙龙。现在剧情都快忘光了。啊。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好学历。就是家长都希望孩子考个高学历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就是画画很强啊，然后就是
家人觉得画画没有用啊，那老师也觉得说他画画这么强，一定是家长帮他的啊，抹杀他的兴趣这样子，要画一个很丑的东西跟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那是电视版的，电视版的就是他拿一张画的很丑的鸡跟一张超像的鸡给爸爸说哪一张比较好看，爸爸选的那个画很好的鸡，然后他把画很好的那个鸡死掉。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这样子，哇，这另外一张图的话，老师才觉得是我画的、啊。天哪！那另外一个是那个小胖，那小胖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都听妈妈的这样子。可是我吗？哎，干动四人三人，动起来！是种田是不是起来，种起来，种水盆。啊，打过去了，大帅，他会转弯。挡了谁？我不知道你挡了谁，不过两只凶彩龙挡了我两把。我看不到，我这边有感觉。啊！莫帅，完了，帅。算了，全部被烟雾挡住了，没看到。好，啊，玩什么东西？它咬人哦，它、啊、在咬人吗？对，可是好像没咬成功，但是我倒地了。一次咬我跟你耶，我才很纳闷，咬人啊！到底要吃哪一只？对呀、啊，今晚我想来点。骑的真好，好。现在在走路。嗯。在撞击了。感觉。同一个。哎呦！哎呦！哇，这个判。哇，都是同一个位置。打到绿斩了、欸。只掏起我的飞翔爪，然后就被侧甲炸一发，回到拿武器的姿势。嗯，无法起飞了，想飞飞不了。这些侧甲都应有我的，一定不是我。都是接他。都是用猛击的，可是频率好像有点高。
对啊，如果是我断的话，我会用扩散啊。啊，对哈。那对哈是怎样？如果这讲话就是有道理的、啊。是啊。啊，不然我用给你看吧。别找火球、啊。你用，你用，你看着繁星的脸用。你用，你用，我丢回家球。哎哎哎！我要丢回家球了。你要来？我不子弹吗？说有人叫我用，到时候不用又要被嘴，就用一下了。妈！哎，怎么有一颗信用弹用？好高，没很高、哦。在哪里？上面，上面。我重点是他明明压上面，还可以压到我。好蛋！拿下来了。哎、欸，碎了。别跑吗？哎、欸，可以，可以抓，可以抓。我打不过。放了。这只装彩想干嘛？喝奶。好。虐死啊！怕。杀了那些鸟啊，没了。这颜色都不对。来吧，挑战。很像，很像，火焰二对不对？全开二，挑战体力，全开二跟挑战二还真的蛮像。我觉得我刷到999等也不会有挑战二出现。哎，如果在999等之前刷到的话，你就要卖掉、哦。好心痛，心痛啊！心痛得死。换死我好了。こんばんは。登录奖。大型ごきげんよう。啊，票用完了，张票用完了，加珠子的票，加难易度的票，加难易度的票。秀秀刚刚应该是拿麻锤吧，因为那个颜色是黄的、欸。没有啊，是棉锤、欸。哦。他刚我睡雷狼啊。不是你睡的。是啊。我都吓一跳，我想要等他落跑再来睡，结果他就睡着了。睡。吓一跳、欸。吓一跳。想到有人会出这招。水啦，下雨耶、欸！呀、yeah. ，我来了，哎、欸，阿仁呢？下面啊，跳下来，跳下來。我先撞啊。撞。
是中共。来了。嘿，你这群熊才懂。去哪里？太远了，还行还行。哎、欸，马上说，马上说。变内斯，画吧画吧。我现在啊，哦、有有有，我看到雷二龙啊，哎、欸，遇到了，瞬间遇到。他怎么又回来了？求关注。按错。看到旁边有个龙皮靠。对，我按错。哎、欸，他要跑了。哎、欸，有人两度抓上去被吼下来。我先跑了。哎、欸，我被雷尔咬了一口。老师。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很生气。他可以抓了。啊，他可以抓了。被抓了。哎、欸，是几趴？我不知道，我怎么抓他、啊？不知道哎、欸。有裤头出现了，还没有。哦。我没有看到裤头。对呀、啊。我看趴数的。我先对他丢一头弹。你谁？我谁？加强，哎、欸，可以抓了，哎、欸，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哦，好，我先打。
我是15%哦。背后。啊，我打捕获弹了，你加油。我来帮。我帮了。哦，好。他不想我分好。又是这个，这种问题。他不喜欢那个洞，所以他趴在别的地方啊，就跟猫咪一样。嗯，飞太远了吧？啊，红红的，浑身回避，那怎么都给我一种怪怪的珠子？怪怪的珠子，浑身回避啊，怪怪的珠子，放流。要么就是浑身体术化，要么就浑身什么的。请问打麒麟的技巧是什么呢？一直往他不要被麒麟打到。你看到他那颗头了吗？往他头上打就对了。啊，麒麟的技巧真的还打不过你就会打了。玩魔物猎人唯一的技巧就是不要被魔物打到。真是太实用了，认同请分享。我下面留言加一，谢谢。我脚麻了。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消息，我快睡着了。这不算是个消息吧，这是个状态吧。大补上了是不是？你从一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你要睡着了，没事。这是理解啊，我压一下蒸汽。我觉得蒸汽机的回来啦。那个叫什么？请问打麒麟的技巧是什么？晕他。原来你刚不在。什么东西？原来你刚刚不在。刚不在啊？怎么了？我刚去厕所。我刚刚说棒溜。啊。怎么了？发生事情？没事。请说。没事。随我。没事，没事。哦。哦，反正什么都没有讲啊，只是不知道我不在而已、哦。对。好、哦。我觉得那个蒸汽的上升速度被调慢了，对不对？活动也变很慢了。对啊，明明是活动，因为之前我们都是趁有活动在玩蒸汽。我当时一个人过是拼命放爆筒，爆筒放完之后赶快丢回家球回家。就拿侧甲侧他的头，是拔刀搭剑拔他的头，又大又粗的侧甲射在他的脸上。对啊，不然当时打麒麟真的是噩梦哎。以前是啊，真的很害怕。真的，突然意识到再次接受我对麒麟害怕自己啊。但是拥有我的。来到冰原拥有了侧甲，我就不怕他了。ET 冲快，叫错人了，别插。哇！啊啊啊！啥？干，就插你。好、哦，对不起，我想说，你好像没有，还在压吗？哎、欸，问一下哦，
钻石颜色的包子是几个月啊？半年的吗？是一，感觉我要更新那个头贴。钻石。对啊，就是青蓝色的。这退取之前是紫色再来红。没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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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杯就挂了。哦，喷火龙。起飞。下一位。奇怪，你们两个都在前面，为什么看到他尾巴上有个侧夹？不是我啊，我还在瞄准，还没拿武器呢。我去，好，起飞，我去等了。吃你啊！为什么这样的尾巴会被侧夹波及到啊？问他，问他，问他。好。过来，喂狗狗。来了。有到吗？好像没有。有哎。我看到繁星在敲空气，可是你的动作看起来是有敲到的，对空气造成的成吨伤害呢？成吨伤害，疯狂敲哎、欸，超你离他超远，还是一直敲哎、欸？有吧？在敲提摩。哇，你帮我配的这一套 KO 装有耐冲吗？没有。哦，好，难怪我刚才被子弹射。飞起来！狂野的。他睡着了。哇，嗯，粘呢？好，飞起来了！我两个人下来。哎、欸，我看你中不到。啊，我飞起来了！这个位置感觉不行哎、欸。对啊，很差。这个位置感觉很可以。那还要会走过来的。啊，撞吧，直接撞了，没了。没了啦，撞了没？
跑了。刚刚那个跑了，感觉已经要睡着了。还是中断了。好啦。我回家。他又跑回来了。又跑回来了。啊！太远了吧。行，我。哎。Oh my god! Oh my god! 去哪里？为什么要往那边跑啊？那个啊，大凶豺龙家不是？不是他刚不是想往八号营地跑吗？什么什么？嗯，是人不见。那边不安全、啊。他雷哥缓缓的走过去。要钻狗洞了啦！不要再钻了，不要再钻了，我这边有阴影。你会被撞到死？在哪里？钻狗洞。啊，钻回来了，他钻完了，快跑，快跑，快跑！我看，快跑！解钻回来。哎，这个抽个空，你别撞。我抓到凶豺龙了！按错，我打到子弹会没了，可以抓了。喂，哦，对啊，震动了，我丢了，这边呢 ？WiFi。喂，还是要换别的龙啊，江江快不行。还是换别的龙也一样，应该是差不多。是啊，你不能太早睡了，你还要吃宵夜。明天中午要出去吃饭，所以应该不会太晚睡。那还是要吃宵夜啊。对啊，不然明天怎么有力气出去吃宵夜啊？我吃下一牙吃这东西。开语如伦次，语如伦次，干有啦，感受到了。终极主义，太神了！嗯，哎、欸，哦、oh, 欸，没有，我想说可以打个灭镜，有吗？灭镜是干嘛的、啊？突然忘了。大力卖玉吗？对，有吗？你可以啊，可以啊，而且好了，不然感觉要睡着了。不管怎么样，都什么都对。你插好你的耐眠珠。插好耐眠珠。要插在哪里啊？三个洞了。前面、中间、后面。
咪咪啊，嘿嘿，他今天刚被带去看医生。哦，ご機嫌よ。他是咋嘛的？我想说他的关节可能有点问题，是因为老太老的关系。椎间盘移位了吗？啊？没，椎间盘移位。妈！不不。他的骨头很软，所以我不知道。然后他还亲了耳朵，所以他现在戴着那个伊丽莎白帽，笑死。不修圈。伊丽莎白的。各种痒，痒到不行。哈，咪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拜。咪咪啊。开撞，嗯，好吗？我以为你要吹啊。好啊，等下再吹啊。穿上舞动一撞，啊，他是后退的。我丢石头的时候，等他靠近一点。哎呀，真太远了。菜。右手，我在上面，我下来了。对。哎，我好，我动不了。他抱着我，你还可以再装一次右手。三个人，没事。两只手，两手。喵！哦，飞高高。
开冲了，开冲了！开冲！摇车！摇车啦！挂个羊啊！累，这很好。等我软而已，我软而已。前面短的哈。嗯，我在这边。哎、欸，睡着了。又睡。啊，我也怎么睡？给你们好的。我、哦。哎、欸。这么远。哎、欸，还能再撞。不知道。啊。没石头了。哇哦，哼，好了，不要再压我了。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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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的。备好。哎啊！转头。哎呀！我骑上去。哎。哎。就倒了。要抓的意思呢？好抓，好，好抓。哎呀，这要放陷阱的。秀。对，要播。抓到忘记要补了啊！哇，大林曼玉耶，蛋蛋，这个爆炸声应该是爆桶，谁在放爆桶啊？我好。钓竿。走路只能靠这个了、啊。
那你知道手把也可以走路吗？啊，就只有手把可以用走路的、啊。他喜欢拿吊杆。我的走路插上我的皮。走路。啊。哒哒哒哒。看起来很多，有三个都是你卖鱼。我三个是大的。可以的。啊，怎么了？江江一直打哈欠，害我也跟着累了。天哪！瓦斯蛙，闭上你的嘴。我们好快哦。就你的 FB 头像要改成你的麻痹瓦斯瓦的脸。不是麻痹的，睡眠瓦斯瓦。要修。啊，阿北在摇手了。不要不要睡，为了秀秀就是说有缺吗？我会怕。秀秀马上就进来说有缺吗？约吗？约。他竟然跟我讲说我关台后才有可能进来。哇靠！那我不要关台。我去厕所一下。好。就今天这雨，就是那个被弹开的台风吹一下下而已。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我想说，为什么今天的温度凉凉的，突然就只有32，已经变成只有对，可是比平常来的凉快很多了。明天，我明天还是会写啦。今天都在写。明天好像早上下哎、欸，下午好像是不会。哎、欸。爸，果然会长嘞。This is Aloba speaking. 八卦，八卦好食，好食。八卦，阿瓜。你白那是喂阿瓜，你白就吵吵。哇，我听不懂。哦，那小孩不笨啊。那阿瓜是人妖的意思吧？他说：“林北，老子要是卖人妖，老子就破产了之类的话。”记得、啊、林北公，林北喜，林北带起，林北还要林北叫林北说林北。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我只记得林北公林北而已。你是我先上去的。奇怪的判定。哎、欸，
那个腾空的头。二号参赛者请就位啊！好，我准备好了。啊，没有中。那个参赛者烂透了。是。没有，烂透了。啊！淘汰。Oh my god! Oh my god!毛毛站起来啦！毛毛在看我。尾巴软了。困。啊，石头，好。哒哒哒哒。给你。巴巴尾巴黄眼我准备好了，应该才撞一下吧。二号参赛者复活赛哈，来了，还不复活？可是看看很远啊，放啊。没想到是烂透了，你烂透了，又傻啊！干嘛？有人骑乘啊？对啊，干嘛骑乘呢？干嘛骑乘？OK。靠在背上也可以炸到头，怎么会炸？全身性爆炸！七面族的痛，说不定是全区服务啊！这么屌！双手举举！啊！啊！飞高高！你要叫休息休息。他那时候跟他玩游戏，他死定的秀秀飞不见了，他名字剩高高而已。所以那时候一直叫他、欸、高高，你在干嘛？高高，好像是玩大富翁吧，他只剩下高高两个字。秀跟飞显示不出来。对啊，飞了，准备好了，这个绝对不会再失误了。二号参赛者，败部败部复活。哇！那个大回血，哎呀，说了，我看到了。啊！浪费，这一定行，这我一定急。这还不行，就真是的麻烦三刷的好友。糟糕了，当爷爷的名声啊！水，哎，来吧，赛哲，来，我来了。装的不错，又可以撞啦！快撞！
啊！去哪里？回去。他去你那里。快死了、啊！我的剑切被江江断了，我的气刃直接没了。哈，Oh my god！猫咪乖。哦。要死啊！包，尾巴呢？好远啊！好远，尾巴喽！哎、欸，你们以前有看过卡通叫《牛尾巴》吗？啊，没有。好吧。没。我的听都没听过哎，《牛尾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因为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卡通。因为我对小学，欸、应该说幼稚园以前的记忆都还有哎。我也有啊，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没看，我也没有。牛尾巴，我小时候都是看美食《十万个为什么》哦，《忍者龟》《忍者龟》啊，《汤姆杰利》，然后《摩登原始人》土派之类的、啊。对，《摩登原始人》不是游戏吗？啊，它有卡通啊。牛尾巴哦，对啊。为什么我打牛尾巴没有动画？牛尾巴动画。要打卡通，它不是动画。你搜出来全部都是料理。对，牛尾。牛尾巴。牛尾炖肉，好吃。哇，哎、欸，还真的是没看过哎、欸，我连这角色都不知道。它就是有点在教育的那种。教育。给小孩子看的、啊。成人一点就是调教。还有，好像彩虹色的病毒吧。七个颜色的病毒，病毒有不同的故事。怀念了。老。我那时候还记得说什么，这个，因为我们淡水捷运站其实以前对面是一个停车场，我都记得。然后就有人不相信，我说你去查。又查到了，又我赢了，但是他不敢跟我赌，就一样，还是秀。怎么变雷狼了？换了吗？我的古龙差一次，害我接了古龙。直接啊，换。こんにちは。我接了古龙种任务。还好你讲了，马上把古龙种还一还。哎呀，烂猪！他的伊丽莎白猫撞倒了我的杯子。他如果带着那个疯狂冲撞，你会疯掉啊！他不会冲，他不会，我还好啦。我也带好星辰肉干哈。这边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撞碎。我等下直接把你木撞起来。不会了。他可能会被那个帽子卡在外面。啊！说到肉干，好像有肉干。啊，肉干在边。八卦。我有色素那什么？
鳕鱼相思。蓝色的是不是？红色很大片的那个，还蛮好吃的。咪咪啊！就把它削远一点，就像七爷八爷的舌头。七爷八爷的舌头。嗯。哎、欸，七爷比较矮，对不对？好像是七爷矮的，八爷高的。嗯，你知道他的故事吗？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小时候听的啦。可是七爷八爷是个好兄，好兄弟嘛。他们是不认识的好兄弟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天，好像七爷跟八爷约在一个桥下见面。可是因为那天下大雨，他想说，七爷就想说，哎、欸，什么了？对，故事。我听七爷八爷是两个人啊。是分啊不同的一个黑一个白啊，就哦，我以为是同一个人变分裂成两个人。哎、欸，我听到故事是这样啊。那再来就是因为七爷就是有按照那个嘛约定时间到，阿八爷就想说雨这么大气应该不会过去，结果七爷被海水河水淹死。哎、欸、呀、啊，然后八爷很难过，那就是他的害的，结果他就是上吊自尽，上吊之后他舌头才会变那么长。这样子的故事，我听是这样子啦。这是什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差不多吧。Oh my god！ 等一下，怎么了吗？他，我家猫冲过来，踩在我键盘上，开始抓痒，然后我的聊天室就被叫出来。害我没有嘟那根长须。哦，有同步哎！你家的狗跟它的叫声。厉害不？该给它改名字。烂武器，咪咪啊！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好呀，没肉干啊！我带错，没有带到肉了，是不是？不是啊，没整天在带肉的啦。我想说带到捕食装好像也不是，看到古老的大秘药，古老的秘药，大秘药是什么？古老的大秘药，管它是什么。大，你们双手是找我、啊。他那个发言很秀秀，我说。对啊。哇，每次都是我们，整天在做梦。我说他啦。好嘞，
过来呀、啊！我撑着，快！白痴哦，装瓶啊！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把它磨死了，被你磨出来的火花给烫伤了。哇，太烫了吧、欸！感觉是很没有，真的被磨过。烫伤哎，是吧、啊？我觉得下次在磨铁的时候，你直接站在前面。江江，挖一下。啊，哦，谢谢。两个要还是要一个？我把吃。吐蛋蛋。大大，啊，大宝玉是哪家？大大蛋，蛮浅的。啊，好羡慕哦，大宝玉。买给你一颗一万块的。不要。这宝其实原本长这样，还是刻字化的、啊。哪一个？我干嘛？不是江江的。刻做的外观，嗯、啊、是什么啦？你说这个外观叫什么？哇，就是旗面族大炮，只有冲枪才有的狐狸，可是头有点丑、嗯，然后牙齿会一直动，不行，哎、欸，它不会咬人。可是我的盾牌很带感，啊？什么鬼？因为你的盾牌会嘴巴一直动啊！啊，我的盾牌会抖。哎、欸，我的燃料满了，再去刷一波。先接任务。可以了，可以打别人了。可以打别人，谢谢。攻杀。他在学他的盾牌啊，他盾牌讲话也是这样子，嘴巴是哎呀呀呀呀呀呀，听起来像是江江在讲梦话。晚安。ごきげんよう。Ta-da!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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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不能怪我挡你啊，这样他不走啊。那在我后面，他觉得我挡到他。哪里？一只在送食材的猫。嗯，我记得挡久，他不会自己就冲过去吗？不会，他就一直待在那边、欸，疯狂的盯着你的屁屁。就他已经闻到了，贴太近了。你在干嘛？按那个蒸汽，按蒸汽机。哦，你没有用十倍券吗？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忘记啊，也不算是。你要休息？对啊，你不行就去睡呢。宵夜一天不吃没关系啊。我这。是啊，他会吃完再睡啊，你不要乱说。哦，你这样会胃食道逆流呢。等一下，哦，那只猫呼吸的有点急促，我看一下在干嘛。你正在看色色的东西，你可以番茄蛋，我听成番茄炒炒大，炒大麻啊？哦，是大麻，我加了大麻。听起来很棒。
哎、欸，就这样吧。哇，没有用到。可惜。对，你那把冲枪折起来好短、啊，好好笑啊！对呀、啊，因为他握的太长了。抬头，这黄眼，好了。没有，我已经预备好了。哎，好跳到，跳下去了。哎呀，知道了。七好七嘛，好七。下来了，被蹦下来了。还没，还可以抓。我打捕获弹。哎呀，我没带到陷阱。我有，可是刚刚没有整理。刚刚打那个魅镜，把陷阱收起来的。他在旋转我。他在旋转你，有疤嘞。有断吗？我要断啊！我还有断我的动作、啊。哦，刚气走没感觉，还是很痛啊。没关系，我也是看到尾巴在这边才知道他断尾。我是看他突然甩尾。功劳你们都这样无视。做梦也功劳，我也很努力啊、哦。我有看他突然转弯了一下。哇，这是什么？啊？画面一大半被石头挡住。我跟繁星不知道那个在什么地方。我对啊，哇、欸！你的画面还没有我赞、哦。我的画面是在他下巴下面的啊，你的画面。你看我的。哇！你好污啊！画面都发霉了。发霉，发霉。哎，怎么啦？不要睡了啦！直接撑到明天早上出去了。不要，我会倒在锅里面。锅里。こんにちは。
好像还是最后一场了。好。还是该下场。哒啦哒哒哒。那我要开个冷气，好的。哇。那现在才开，太亏了吧？可是我没有穿衣服，没有啊，穿很少。不用讲了。不要再骗了。骗的哪一个部分？穿很少的部分。我不知道是开冷气的部分，早就开了，有没有？开，只是开太冷了，温度调高一点。我总觉得每天体感温度都50度，我也这么觉得，超热的。而且那个主机好热，我现在让它吹电风扇也是好热。热，有我热吗？95度哎、欸，九十五，那个机电那个表是没有问题吗？95度开始、啊，你要不要拿来煎蛋呢、啊？煎培根也好，不要浪费了。培根蛋。最厉害的是它已经95度两年了，还没有烧掉。很耐热哦，耐热哦，耐热衣装啊，已经有人进过去了，是不是？我在矿石这边啊，穿过去了。是啊，都讲他们讲那个冷笑话，真的听不下去了。冷笑话。干嘛？小熊饼干有出，整块都是巧克力口味的。那整块一大块饼干都是巧克力哦、喔。它的就是外皮也是巧克力做的。巧克力饼干啊，它本来是原味的嘛，啊，它有一个是外层也是巧克力的。我觉得没有原味的好吃的、欸，其实，哎呦。那东西不是要拿来摇成一团球的吗？对啊，呵呵，全部卡在我牙缝里面，好恶哦、喔！香千福，香千福，天哪，好远！哦，对了，那个 HTT Hollow Knight 的那个马戏团 DLC， 打完 BOSS 也会给一个护符槽、哦，所以推荐要打。在讲哪里？我根本不知道，他妈的！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我地图还是会迷路的，这到底什么垃圾游戏？他那个马戏团是要从呼啸那边打开，然后他会留在村庄里面。他只是要你出去打一些怪而已，而且怪的位置都会跟你讲。挂了。哇，他刚飞得好华丽，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跑了，哎、欸、哎、欸，跑不掉了。跑啊！过来，我出来玩了。我、
我的滑空一桩追击，追击，追追的挺好的。滑空一桩，拜拜，拜拜。追击追击，然后我不动画面，还在同一个画面上，我还没转视角。Oh my！ 哎，他先看到我了。我本来想说可以偷偷来。他不是黄眼吗？哎，来了。哦、也是行了。会尴尬的。看到苍火龙在飞，好棒！对啊，好棒！哦，不会来烦地面上的东西。抓到那个针，我准备好了，等下就这里啊。船长，哎、欸，他好像，哦，他上面了。过来呀、啊！嗯，来来，来了，预备好，石头。可以抓了。啊，可以抓了。对，哇，他都还没睡就躺下去了，好歹让人家趴好吧。他表示说要先重试。哎、欸，是哦，你好，你好，撞他，撞他啊！我没有不动。哇，你在上面吧？在上面。咪咪啊，到底是什么垃圾武器？那你怎么可以这么高啊？降二，斩斧啊！感谢降二，斩斧，不客气。为什么要降二啊？哦，没事。然后降二。啊，不是有江护士？对啊，啊，江二虽然拿有打到，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啊。对啊，我看到那个阿斯还是会开心一些。是啊，是啦，直接再见。哇，跑了哎、欸！啊，夸张哦，好夸张哦！连探索中的魔物气息都没有不见，都没有出现就跑了。等接任务，再见再见，拜拜再见。接接，来继续哦。对，好嘞好嘞。你不打了吗？没有，我想说大家都要休息了。你要休息也可以啊。可以打，我是海星啊。等我一下哦。好。没事，跟他们打不需要。可是。打状态的斩击斧不是被削了吗？哎，真的不清楚。我记得被削了、欸，哎，棉跟马那些没有以前夸张。以前一只龙可以睡四次啊。对啊，差不多。还是来不行的、啊。我
对吧？说消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一下哦。那个黄黑龙之前，感觉还好，没办法，人家讲的那是人家讲的，所以现在流行都是拿爆破的在上车。打一场的位置只有巨魔会拿而已，就是多睡几次，多撞啊，对啊，一般的也是拿爆破在打。爆破的太痛了，没有，你要想一下，我跟这群神经病打。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打那个大林麦玉的那个哦，灭尽龙，我们不是三分钟打完吗？那时候很顺的时候，根本就睡不到啊，才睡两次而已。那、啊、你或追追看有没有要进来啊？少一个位置啊！啊挖矿先，哎、欸，你也在啊？哎呀，我早就知道你想挖矿了、啊，来监督你啊！哎、欸，在我下面呢、欸。对呀、啊，我先下去了。啊。啊、为什么突然180度转身呢、啊？啊，下一个，下一位选手男朋友，遇见一下。没关系，我来。好嘞。干嘛啦？跑回来，不跑。上面我，这容易打到人。假动作。撑不动。我刚说你们两个瞧好啊。谁最最或黑月啊？我说我们现在这边捡一个啊。他们要打吗？欸、我打给他们打没关系啊。我也最晚打到十一点了，到底是多久？哎、欸，他跑回来了。哎、欸、我这干嘛？他走路了啦，走路攻击。被吃了，好吃的。
我撞。还好我没扒他头，配合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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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自己转头，没有没有，那是我扒的，哦你扒的，没事，错事啦，哭啊，我在炸树啊，我想要软他头啊，抱歉啊，还有。没的。哎、欸，他有氧气掉，我就关头。哇塞，这么重远的吗？哇靠！晕了，看起来没事，他不会看我的，我错了。哎、欸，没死哎、欸，我觉得你怎样？你是怎样？指给你看。好嘞。已经死了。我们一直叫我还那个。对啊。指给你看，指给你看。指给。死人不在了，可以开扩了。出来了，出来了。啊，雷路亚！啊，卡马，卡马！我抓了，先不打捕获蛋，两颗 ，OK， 搞定。哇！嘟嘟嘟嘟嘟嘟。啊，不然就打到十一点吧。哎、欸，他不是醉醉跟黑月要打？他们就是在互相说我请我请的感觉啊。我不对，那状况是你请你请的感觉。我刚好看到追进来啊，那黑月嘞？有啊。我刚好看到追进去了。哦，有啊，艾米娜，黑月又进来。哦，打架。我给他们打、啊，我休息。客气什么？啊，我本来也是预定达到十一点，早一点结束而已。你的挑战猪可能就要十一点前给你了。哎、欸，不可能，已经绝望了吗？我绝望啊。好吧。我都已经八七了，八七五了，还是没有挑战猪。哦，艾米娜放弃玩太刀了吗？改玩长枪了、欸。啊，这就对了，艾米娜。长枪才有前途啊！还是因为这一把太长了，你就故意背这一把？加入长枪神教。没有，他换回来了。干！你搞错了。长枪这么棒，嗯，所以要休息啊，我需要给他们打。好啊，打。哎、欸，等级低的自己接哦。等级低的自己接。HTT 一走，我就不是最低啊，我不是低的那一个。我一定不是最低的、啊，我怎么可能最低？啊、我看看。六九八六零三，哎、欸，是有一个紫色的啦，紫色的还不接任务。
紫色 ID 的还不接任务。索艾米娜的，为什么黑月的 ID 还是？啊？没有打那个任务。ID 金色。就艾米娜等级明明比较高，我接那任务。可能还懒了。我就目送你们出发了，听起来怪怪的。啊，我这个高举我的长枪，目送你们最后一程。听起来，听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回来一样。三猫回家，三猫就会回来了。提早吃宵夜，爸爸，爸爸，哎、欸，我也在这上面，那个，我来啦，狗狗别跑，卖照了，哎、欸。教主现在是用之前说的啊，晕眩什么？晕眩的蓝符吗？没有啊。哦，蓝符有晕眩的，不是你之前贴的那个？哦，没印象哎。那个用 KO 级数那个蓝符，哦，等一下，就是用那个捡气瓶的，然后打在头上随机 KO 级。应该是吧。好了。又回来了。跑到洛里斯区，
睡着了。结妆了。快死了！嗯，快死了吗？快护，快死了！我看护头了。这个颜色，好心准备。ご機嫌よ。好。嗯。对啊，我这一套不是 KO 的啊。是哦。嗯。可是，我记得我贴的是对啊，爱刀的吧？
没有，那个是斩斧的。斩斧的，蛮上面的啦。那时候你贴的是影片，对啊，林姐整吉普 KO 五整杯整杯五的那个。哇、哦。感觉是有感的、啊，但是他之前他之后又推出一个影片，是那个青那个青弩的侧角，嗯，对啊，可是那个就没有感了、啊，无感了、啊。那伤害也不差，那个斩斧。差点死！等一下，我给你吃饭。对啊，因为刚刚我看你们好像都没人吃饭。我忘记了，我想说的，你们好像都好了，然后我就结案了。吓死我了！刚才差点死在那边。你是不是说没吃饭啊？可能哦，这都是没吃饭的哦。因为我刚才在看那个看 FB 的之前，他们也没有吃饭。粉尘。看起来很危险啊。哈哈，摔脚了，可是有一颗侧脚，赶快撞！下一号选手，啊、我没吃到，我恶心。哎，还可以。没有，我是要临界上去才发现那个没了。哦。我想说，你说没石头？哎，不是啊，那个。加速、啊！来了，
岁了。对，要死了！看吧，只能睡两次啊！整场两次也很赚的啊！是啊，是没有之前夸张啊，先睡四次。是啊，可能下修了吧？修很大、啊，因为大家都这样撞的话，其实就对啊，有点太过了。超过平衡，这个颜色，浑身回避，毕竟你撞四次之后，打每次就撞一次的话都，那至少都破万了，加起来都破万。哦，要十一点呀！那其实跟我之前拿那个一样啊，拿棉锤我也是棉两次啊。嗯，这样子去讲，所以你看改多夸张，我之前棉锤只睡两次。嗯，干嘛？哦，こんばんは。我已经很少就用棉系武器了，棉战斧已经很久没有用，所以我没有感受到。没有，你那时候当时开始拿棉战斧的时候，也是在巨魔，那时候也是都睡三四次。对啊，而且。我现在他现在改版之后，而且上次拿的，最近回来拿的时候都没有拿睡眠战斧啊，再一场吧 ，Go， 啊分哦，吃饭啦。啊。然后再自己期待九月的新魔物吧，还是十月啊？こんばんは。
忘了。还有，有人被丢去挖矿了。送完不用。打谁？好像是打你。以那个方向来看的话，他在干嘛抽血？啊，太明了。嗯，啊，哇，劈空了，就晕了。乖，哎，怎么在这？好的，按你去。还行啊，地面的伤害也很高啊。啊？地面系的斩斧啊？我知道啊，我说斩斧是很烂啊。嗯，地
冰原来说，他真的是还好的。冰原吗？他不是冰原才真强的吗？他其实说强也就强那一点点，并没有其他武器那么明显。他强都是强化那种移动的那种分解动作。他以前没有那种往前面打，那往前面移动的那种攻击动作。你说斩斧？对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强化那种地面系比较多了，但临界型就几乎就没有了。唯一的一招大概就是直接上头临界啊。对啊，上头临界可以的、啊，盾斧。盾斧多练一点啊！盾斧这无法、欸，太烦了。会虚皮就其实可以挡掉大部分的招式啊。对啊。好啦哦，对了，关台。哎、嗯。哦。啊？我们开麦讲啊。很复杂，要看你的。如果你熟练之后就。对啊，你要摸手啊。对，像我盾斧一开始学也是觉得很复杂，可是。好啦，那今晚就到11点啦，感谢各位收看啦。我知道魔物猎人很少人看啦，也感谢有一直在挂台的，你这人数比 FB 还要差不多。好啦，感谢啦，大家赶早点休息咯，明天就是跟巧克力还有露米玩的那个灰烬。好啦，各位晚安咯，拜拜。阿波广告。